小小的竹篓挂在门前，就是南澳乡南澳村原住民接收信件最便利的信箱。有了这个信箱之后，要接收平信文件以及相关公告，都比以前还要方便而且准确。有在说哇，这个早晚，他说很高兴的有信，这个每一个家庭有一个信箱，他也是很高兴，不会说是乱丢。南澳村是原住民部落，村民大都是白天不在家，外出打拼工作。过去邮差送来的文件没有地方摆放，风一吹信件就不翼而飞，更别谈公务机关经常寄来的福利通知单。因此对泰雅编织非常有兴趣的林昭辉，自己就编了这个小竹篓来充当信箱。林昭辉亲自编织的特制信箱，是运用泰雅族盛装物品的竹篓概念而来。过去原住民背着藤编的竹篓盛装物品，现在用缩小版的竹篓来当信箱。林昭辉用色彩鲜艳的导包袋来制作，一边就是200多个，让每户村民都有一个这样的信箱。为什么我有，我的村民没有？所以就起一开始，从今年年初开始一直做，做到差不多了，应该是有200多户都放在我们村民这个家里前面让我们村民有一种安全感。小小的创意也可以发挥大大的功效，现在南澳村民不仅可以确保信件接收无误，让信件的送达率也大大提升，更重要的是让老祖宗的智慧发挥最大的功能。雪穗新闻吴玉如、赖志庆宜兰采访报道。